怎么过来了？给你的。你怎么把这个给我了？送你的。你疯了，这可是你娘的配件啊。曹先生，要不然我们到那边去看看。他们这一别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了。拿着，说好了，读书给钱。都好几天没读了。定金我定下次的。下次天知道什么时候？不管什么时候，我先定着。我现在是公主了，价要涨。翻倍，一次2万。那可以。